说什么？我有钱，拿来。现在不能给你。点击老米，我有卡。在哪儿？哎呦妈！他这也不是先进的。你等我有空，我跟你取去不行吗？我还得惦记老米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惦记什么老米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生气了。生什么气？他说今天嘛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我这日子怎么回事？我给忘了。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就罚我，让我在这坐着，不让我出去。我要出去，他要逮着，看着没？那仙人球没？回到屋里坐一百下。怎么不给你扎漏了？什么脑子？今天这个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日子不好猜吗？那今天什么日子啊？礼拜一啊！废话，对你过来，你坐。还昨天还礼拜天呢，谁不是？爷，嗯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说吧，你去给我取钱啊！我去取钱啊！我在这儿来哈、代替你。我是随便攒个什么玩意儿就能代替的吗？不是，对对，用词不当，冒充你，冒充我干啥？哎，你看你看啊，咱俩这个头型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对对，头型一样的啊！哎。你去，我拿，哎，那不就他那么我一蒙，就露个头，老米肯定看不出来。我出去了啊，取钱去，家里剩你俩了啊，还用毯子一蒙，你想干啥？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？就因为你我才不放心呢。咱俩是朋友啊。现在干这事儿的有几个不是朋友的？我告诉你吧，老范呐、啊，我现在这个心里不是嘛哈，从这到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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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是阿黄啊，好，谁都放不下。你说这话我信，你信你就赶紧去吧，你快、哎、你快点，不带往外，你快点快点、哎、快点啊，快快点。方法跟我俩抗议，抗议吧，你抗议吧。不，我说你还好意思跟我抗议呀、啊？啊，王队长。哎呀，实在不行，我告诉你吧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老头子，不是我说你呀、啊，啊，这么大个事儿你都忘了，你说我老米在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分量了我？啊。哎呀，你说说呀，都不如孩子呀！你说那二米粒过生日，那钱顺风领着出去旅游，花了那么多钱呢、啊，人家老潇洒了。老头子，你就潇一回呗，让我也洒一回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要求也不高，实在不行送我点小礼物也行吧？啊，那什么发卡呀？头发趴呀，那我也高兴高兴不是啊？哎呦我的妈，这老东西就在这装死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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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大钱多了。哎呦我把这块布拿去，咱俩面对面谈。来，今儿我非要跟你谈谈，你拿下来，你还包啥？哎呦我的妈，你快拿下来。你买啥玩意儿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包。我最喜欢这个包了。哎呀，哎呦我说老头子，哎呀我就知道你呀肯定忘不了你老伴的生日，这是要给我个惊喜呀。哎呦喂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。老头子别生气啊，老伴错怪你了是吧。哎呀，今天我最幸福了！哎，趁着孩子没在家，拿给拿给亲戚老伴亲戚去了。哎呀，还不好意思啥，快点的吧。这损人儿，给他点阳光，他都不知道灿烂。你捂吧啊，你捂
十万五万，你要不捂出痱子来，你都不是纯爷们儿。别给我这招了，让人血了。妈，害怕，回来。